好，我们看这个33题，他说哈、哦，有个便利，对着物体呢推它，它那个初速是12公尺每秒。好，那问哈、哦，8秒后速度多少？好，那、啊、这怎么做哈、哦？我们来算它的动量变化。好，那、啊、质量乘以速度变化就动量变化，那初速知道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末速就知道了。好。那、啊、我们怎么算冲量？我们把那个 FT 图形画出来。FT 图形底下面积的话呢，是冲量。前三秒冲量是正的，啊，后五秒冲量是负的。哦，力量呢相反。我们看呢，第八秒末的话，它力量是多少？我们用相似三角形来比。哦，这个假设是 Y 好。好、哦，那这一边比这一边。y 比6等于多少？等于5比3，5比3，3×3，3得6，所以这 y 哈是等于5/2 10，也就是说这是负10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冲量 z 哈等于多少？好，这面积是正的，好，这是多少？这是6×3，啊除以2。啊，这个面积是负的，5×10啊，或者是你加5×-10也可以，5×10，好的，这是底层高，它再除以2，所以冲量多少呢？23×6，25×10，9×25多少？-16，好，负号代表呢？是往方向，就往西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z 啊，现在动量变化就等于-16，它是 m， 它乘以德塔 v， 德塔 v 是 v， 它减 v 0，它现在质量是2，我把它约掉，2×8=16。也就是说 ，v 是等于-8，它加 v 零 ，v 零是12，所以当然是等于4，8秒末的速度等于4，所以等于4。